我叫姚慧芬，我是沈寿仿真绣的第四代传承人，我的仿真绣老师是牟志红，我的乱真绣老师是任慧贤。我从小跟着两位老师学习，我的作品既有传统的平针绣，也有乱针绣，还有中国水墨写日刺绣。在40年的刺绣生涯中，我不断的学习和创新，还首创了剪针绣技法。我的作品被大英博物馆还有苏州博物馆收藏。2017年，我的作品还参加了第57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，开创了当代梭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先例。刺绣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传承梭绣的队伍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。